那在舞台的后面的地方，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六人座，容纳六人座的一个小型接待台，还有一个对当中的规划是都是南京的朋友嘛，就是很早的，我们只有规划到一个小时就是换衣室。那所以更衣室的话，啊，没有特别特色更衣室的地方。那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，我们所有的座位啊，总共有770，啊，这里面共770，这是这里面。相关的一些配备啊，供大家来参考。这个我比较担心点，因为我们过去最大的优点就是它非常的很讲求纪律，而且非常的听话。所以很多事情如果上面没有准的话啊，下面要叫他来动，非常困难。但是金马奖我知道，因为我已经3-4年了，我状况我很清楚。你比如说我紧急要支援。哎，上面没有批准，哎，马上动在那边，我们就很怕。像去年金马奖，我们已经请海军支援一队，明天要表演，今天突然讲说，哎，今天不能支援。那当然，金黄部应该是，我想大概不至于这样，因为你是一个指挥部。我处长，这点我倒是先讲一下，就是说，我们假如能够突破，现在关键不在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我认为未来国防立法院国防委员会、教育委员会，我都愿意尽全力来沟通到国防部。尽全力来配合，因为这个假如办得成的话，不瞒处长你一定了解，这个对国防部、哎、对军防部形象绝对是正面的。这个哈，这个擎天钉能够这样子办一个国际活动，这些我们军防现在重点是要评估的是这个场地、哎、适不适合，对对这个空间这个容量够不够、哎，重点在这边，其他的我们可以突破。对不起，我打个岔，未来的人员。包括说好，你说中药的人可以把它规划进来，在这边办了，你不一定说全部的人都要全部挤进来的话，那但是不可能的。这个请是不是秘书长可能主席他们比较？这我觉得说我们会安排啦，他们通盘考量以后，我们再来。现在就是说哈、欸，各位秘书长还有你们哈，你们就是说把这边现有的这各方面的条件做一个评估啊，你们认为说哎、欸、这样可能可以克服，然后呢国防部这边我们再来，因为在这边举办意义上决定是最好的。